发文毁艳李小璐夜宿 PJ 万家的事情引发热议，有网友扒出李小璐去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留下的那段话，当时她这样回答对门当户对的理解。老话讲，门当户对没有错，以前我听到大城市的人强调门当户对会觉得有点瞧不起别人的感觉，但是随着对生活的理解变深，就会觉得门当户对的确是两个人在一起减少矛盾最好的起点，家庭观、世界观、价值观都相同，在差不多一样的环境长大，引起摩擦的点会少一些，如果差距太大，磨合的时间会长，有时婚姻到中间就散了。当时记者追问李小璐，你觉得你和贾乃亮算门当户对吗？没想到李小璐的回答令人诧异，不算，首先地方就不对了，他是哈尔滨的，我是北京的，成长环境、家庭观念依然在磨合，毕竟我们前几十年都不在一起生活，价值观总会有不同，有许多细节都不一样。最终他用一句路还是向前走的结束了这个敏感的话题。对比李小璐与贾乃亮的家庭背景，李小璐出身演艺世家，李小璐的爷爷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老员工，童年在北京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大院度过，父亲李丹宁是八一厂的导演演员，曾在影片高山下的花环里扮演角色，母亲张伟欣演的角色曾出演两家妇女，而贾乃亮则传闻是拥有家族企业的富二代，父母公司也已经上市，并被发现老家哈尔滨的豪宅。不过也有知情人辟谣，所谓的豪宅其实是贾乃亮靠自己的拼搏努力自食其力换来的，他也不是什么富二代，还在学校期间他就主演了大胆飞哥一举成名。也有网友认为最好的爱情不是门当户对，而是势均力敌，贾乃亮虽然在家庭背景上无力与李小璐对比，但是他为李小璐付出的爱却珍贵到无法衡量。